干嘛？耳朵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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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了？醒醒，醒醒，醒醒！耳朵，你怎么了？做噩梦了吗？没有。没事啊，没事就赶紧给我起来收拾收拾。你快点，你今天中午要请叶舒薇吃饭，快起来。什么？我什么时候答应要请他吃饭了？我刚刚帮你约他。哎，你干嘛干嘛干嘛？你们是情侣，当然要见面了。记住啊，最重要的一点，拍一张情侣照发微博。博轩，耳朵，你能不能出国留学就看这次节目了。而且我觉得叶舒薇不像是你说那样的人啊，他虚伪。好，他虚伪也罢，冷血也罢，但是这是一份工作，你签了合同就得遵守承诺，是不是？总之，秀恩爱，提升热度。我待会儿开车送你去啊，赶紧给我起来收拾，快点。我一会儿过来检查啊。栗子，真的不想去，你别让我去了。耳朵，讲真的啊，赶紧给老娘下车，快点！真是的，你赶紧赶紧，来不及了，快下车拍照片、秀恩爱、发微博，快点，快点！乖了，乖了，乖了，我走喽，拜拜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刚刚走错路了，就迟到。迟到了11分钟，你还剩49分钟，走吧。哎，你好，请慢用。吃吧。吃就吃，还真挺不客气。是你非要请的？什么叫我非要请的？是栗子。